jour il se souviendra.上班第一天，我带你参观一下公司环境。这边是茶水间，这是饮水机，可以来这边装水。然后你可以不小心撞到我，再帮我擦干衬衫。男人都是这一套。这是咖啡机，到了深夜。如果只剩我们两个在加班，你要抓紧机会找我来这边喝一杯。如果你会拉花，最好是爱心形状的，这感觉会来得很快。这是微波炉，如果你想有下一步，你可以为我做便当。你把便当放进微波炉，我们感情会加温。你可以照这个计划开始。整个茶水间，你爱怎么用都行。整个茶水间，你爱怎么用都行。整个茶水间，你爱怎么用都行。都行，都行，都行。我先去工作了。不是说整个茶水间爱怎么用都行吗？整个茶水间你爱怎么用都行，都行，都行，都行。啊，你是发生什么代志？你看起来敢那有心事呢？无啦，无代志啊。咱实在这么久啊，你若有需要斗相共的所在，你就讲出来。有一件代志，我每天拢放在心内，你就讲出来看卖。其实嘛，无什么代志啦。你安尼就无够意思，咱同事这么久是做假吗？这公司这两年来，我一定唔知影，领导要食啥。我是感觉卤肉饭袂歹。卤肉饭？你是讲卤高应卤肉饭？无唔对。好，我就要食卤肉饭。领导，我就要食卤肉饭。好。咱就去食卤肉饭。好。会都开完了你才来，为什么迟到啊？关于这个事件，本人已经在第一时间于个人的粉丝专页上发表了一篇声明。早上客户临时委托我护送他的小孩到幼稚园，抵达幼稚园时，我发现今天是一场亲子运动会，秉持本公司服务至上的形象，于是我硬着头皮假装是家长，参加了一场趣味竞赛。最后，我不负公司所望的，获得了第一名。可是你的衣服跟照片里是的。
而客户对我们此次的服务感到非常非常非常的满意。人体有70%是水，而职场生活却会不断流失汗水与泪水。还好，每个月都有一种水，可以把失去的都补回来。查理王的办公室异响，异响评现正连载中。